生产加工汽车的发动机与活塞、支架等各种军事装备向韩国军队交货的 SG 公司与 Morocco Vita 的开发者东骏化学的电容服结成一心，向您介绍崭新出发的神奇润滑油。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10月19日星期四早晨的新闻广场。发动机油要多长时间替换一次呢？一般情况下是驾驶5000公里左右需要替换一次，但是现在开发出了可以驾驶15公里以上不需要替换机油的机油添加剂。李继文记者报道。为了新开发的机油添加剂，正在运行的汽车把发动机内部的所有机油全部抽出试验能否行驶，不加机油也能够顺利的起火。虽然是90年出厂驾驶了21万公里的车辆，但是能够在没加机油的情况下从首尔往返汝矣岛100多公里，在最高时速80千米情况下没有任何问题。即使没有机油，使用粘在活塞壁上的机油可充分起到润滑作用，从而实现无机油驾驶。5种添加剂按照特定的比率混合制成的机油添加剂能够大大减少摩擦力。对没有添加剂的机油进行实验的结果，10公斤的负重也会产生极大的摩擦，造成不能回转的现象。即使能够回转，也因回转部分严重摩擦产生铁屑掉落现象。加入新开发的机油添加剂后，负重50公斤也能正常回转。铁的凹凸部分侵入到表面，形成皮膜，摩擦指数降低到1%。东骏化学 Morocco Vita 上市已经有15年时间了。用一次注入代替30次的机油替换，轻松解决马力、噪音、耗油、震动等汽车及工业机器各种问题的机油添加剂，您怎么看呢？This week's latest product is a special engine oil that not only helps prolong the life of your car, but also helps you cut down on pollution. Won Young-ju tells us more about the Miracle Top engine oil in this next report. 我是研究开发 Miracle Vita 的变容服，使用过的顾客都熟知产品的技能而持续的使用。奇迹般的功能润滑油添加剂变容服的 Morocco Vita 是由值得信任的企业东骏化学制造，已加入产品赔偿责任保险，可放心使用这款含有尖端技术的添加剂变容服的 Morocco Vita。从开发到现在大约15年期间，这么多人持续使用变容服的 Miracle Vita 的理由是什么呢？变容服的 Miracle Vita 是由特别技术研发而成，是凝聚东骏化学的变容服开发者10年的汗水与不计其数的试验而成的产品。Miracle Vita 使用各种专利技术，是受 ISO 9001、ISO 14001、QMA。韩国标准协会认证的尖端千年产品最受欢迎润滑油，并得到了中小企业厅的优秀产品认证等各种公认认证机关的品质保证。您的汽车也是这样子的吗？感觉车比较费油，车噪音比较大，感觉用不上力，排气比较多，经常需要更换机油，这一切都是由于机油的功能下降造成的。请给生病的您的爱车一剂补药吧。汽车的心脏发动机，改善它的性能及起到保护作用的机油，现在是选择高品质的时候了。产品的优秀性已受到充分的认证，向全世界30几个国家出口的最长寿的润滑油添加剂，并在不断的成长。怎么样？现在众多的使用者的成功消息数年间不断的反馈，现在已经到了需要辨别正品与仿冒品的阶段。
现在让我们通过变容服开发者的声音与面貌，仔细地认识一下变容服的 Miracle Vita。 主要长处是能提高车的性能，减少噪音，机油需要20000米换一次，但是现在约150000千米到200000千米驾驶后替换就可以。现在我们要采访的这位是使用了 Miracle Vita 后成为了忠实顾客，并从事起产品销售的顾客，不但能保护发动机，消除70%以上的排烟，产品更具有魅力。这个产品可以说得上是拯救环境的最佳产品。都说机油要5000公里换一次，但是我购买了车以后就马上使用了 Miracle Vita， 到现在已经8年了，一次也没有更换过机油。您很放心的对吗？对，一开始确实很怀疑，这真的能使用20万公里、30万公里吗？就使用几万公里以后试试再说，但是超过10万公里也毫无问题，这才彻底的相信了，现在与 Miracle 走得更近了。好车的话，一般不使用机油添加剂也是可以的吧？使用后能感觉到差别吗？我的车是 BMW 760 12系统，排量是6000cc， 噪音方面虽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油费区别明显。加满油时能行驶670公里，以前只能行驶480到500公里左右。机器更加顺滑的运转，针也不容易折断。以前机器也使用过机油吗？当然，不使用机油的话，机器运转不了，因为机器产生的热量比较大，所以机油经常被蒸干。机器有自动上机油的功能，但是因喷机油的时间不一样，并且喷洒的量也不同，导致机器上锈。使用 Miracle Vita 后，工厂里再也没有上锈的机器了，以前一部分一部分的上锈现象也没有了，每台机器装有200根针的现象也消失了，现在达到了100%的洁净。那么以后也会持续在机器上使用 Miracle Vita 这个产品吗？当然，当然要继续使用。使用这个产品后享受了各种优惠，工业用机器上使用后，机器运转得更好了，收入也增加了，当然要连续使用。希望与创业者直接介绍并保证的变容服的 Miracle Vita 一起享受安全舒适的人生。变容服的 Miracle Vita， 崭新的出发。